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这是石头。朋友们可以看，这是一条蛇，非常逼真的蛇。我们来用这只蛇来限制住石头的行动。我把这个蛇放在蛇的脖子上，看一下蛇的会怎么样。套下去，哇火，哇火，点穴了，不会动了，哼，葵花点穴手。朋友们可以看，把这个蛇挂在蛇身上，蛇就不会动了。那你走开开，它会跟着你走。顶住了，僵硬。哎呀，整条狗僵硬了。太搞笑了吧！你给他拿走，你给他拿走。会动的，还是会动的。打一个结吧。现在应该是不会动了。你看他竟然走开了，他会不会跟过去？走，过来，去吗？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走了。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过来。哎呀，动不了。解开。自由了。怎么没拿彻底呀、啊？怎么没拿走啊？你看僵硬了，这后腿还在这。你看这个姿势，看这个姿势，看这腿，腿。他不会动了，你看他的腿都不动了，你看那个腿定住。石头被这个蛇给套了一下，然后就不会动了。我们现在把它解开，看一下石头会不会动起来。就会动了吗？石头，赶快走！吓你一跳吧。